啊，以前的其他的庙好像很少在上面，因为其他庙的话，只要是用在那个，比如那个庙门，门啊，那个门门神，门神，门神有风调雨顺。啊，所以我大概说，什么时候他就跑来这边来，要关心大庙，看看来，非常感谢他，谢谢。好，那你们对，好，谢谢。对，是刚好四个门嘛，四个四片。风调雨顺。那我们可以慢慢，我们走去下面那个教堂啊，那个小礼物的地方，那也是假日的话也是隆福寺之一。那边还有一个教，就是以前啊，这边交通不方便，那个结婚的话，新娘子一定要坐轿子。啊，更丢呀！哎，那我们下午去吴家兄弟啊，他的五个兄弟里面，老大、大嫂，他才有坐过。他结婚的时候是坐轿子，台地来的。对对，是坐轿子到男方家的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慢慢往那个往那边来拍个照，哎，好，好不好？来 ，Hello， 我们往这边来了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阿展哥在。医生啊，医生，谢谢啊。那时候老大好，我在觉得你看这狮子的造型就不一样，狮子的造型有北方狮跟南方狮，那这两只比较偏北方狮，南方狮比较可爱。啊，这个左边南方狮比较可爱。这个有没有大小？他这边除了彩球以外，还有钱，你看，哦。这只母的啊，这边这两座属于北方狮啊，北方属于北方狮，哎，南方狮的话比较可爱，造型比较，大家我们都知道。